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官宣定档，江西文旅官微“江西风景独好”11日连发两条微博，先是官宣2024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已定档，然后文旅厅紧接着发文说，2024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将于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，演出场次为2场，并分享了周深南昌演唱会的一些歌单。周深将在南昌演唱70余首歌曲，包括《大鱼》《化身孤岛的鲸》《梅香如故》《和光同尘》《欢颜》《无光》《不想睡》《蜃楼》等曲目。回顾周深的音乐之旅，他用那些充满深情和力量的歌声打动了千千万万的听众。好，看周深在郑州录制河南中秋晚会，被粉丝喊话郑州加场，深深也爽快地答应了，这说明郑州加场已经计划中，甚至已经报批了。今年的河南中秋晚会节目是少管我，往年的大鱼若相思便相思偏古风，今年带来专辑新歌少管我，也是没有想到是这么欢乐的一首歌。路透中，周深录制一支 MV 换了好几个场景，从上午录到晚上，晚上还和伴舞老师们一起跳舞，不知道录了多少遍，不容易啊。路人的反馈，周深太配合了，只要看到镜头他就会配合，没有一点明星架子，好有礼貌，好有感染力，本人超级好，情绪价值拉满。据悉该节目将于9月16日播出，期待完整版的舞台。宝贝，孙总，熬夜，体育场，站开，集中，集中。常驻音综音乐园计划将于10月13日在澳门举行年度盛典，美高梅官网和大麦网在9月16日上午10点公开售票，主打的是一个重温每一首金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之谦，我是歌手周深。大家好，我是单依纯，我是歌手黄子弘凡，我是刘端端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宇宁，我是小鬼王林凯。10月13日，音乐园计划年度盛典，音乐园计划年度盛典就在中国澳门美高梅，中国澳门。美高梅，我们不见不散了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另外，周深将参加微博音乐盛典25日在北京的直播。接下来周深的行程，演唱会有北京9月21日至22日，重庆10月6日至7日，苏州10月9日至10日，南昌11月23日至24日，南宁12月6日至7日，并且澳门连续2场10月13日音乐园计划年度盛典，10月19日谭盾大师音乐会特邀嘉宾演唱主题曲。最后问一下，周深参加谭盾大师香港音乐会今日开票，大家抢到票没有？大家记得今晚20点还有天猫精灵直播，在抖音和淘宝都可以观看，可以先预约起来。直播间周深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天猫精灵的相遇，还有语音包的故事。
还可以看到周芬琪现场创作还有留言互动。不想睡是卡布的晚安曲，那周深也有一首我尽量不哭的一首晚安曲，叫做我已渺小爱你。在这个宇宙当中，已经不要说是在这个宇宙当中，在人群当中，尤其是北方像沈阳站的人群当中，我渺小到几乎可能我自己都找不到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存在，而且我也相信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感受，但是要相信自己，你的力量真的很强大。你们让一个普普通通这么渺小的男孩越来越靠近他的梦想，让他有那么多束光，可千万别忘了那些光都是来自你身上的，好吗？